大家好，我是龙女之声。哎，没想到吧，我居然在今天更新视频。一般情况下，一个周更 UP 主如果突然间更新了一个视频，那么一般只有两种可能：一，这是一个生活区视频；二，这是一个恰饭视频。但是我不一样，恰饭是不可能恰饭的，因为根本恰不到。这个视频的确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严肃型科普视频。本期我们要说到物种是一个很特殊的物种，看那哥们的外形的确很有特色，长长的猪鼻子加兔耳刀，而且还天天裸奔。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土豚，在非洲有些语言叫他土猪，这是出奇的意见统一啊。有人可能会奇怪，这动物为啥要单独做一期视频，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好处呢？当然不是，因为土豚属只有一种物种，而土豚科也只有一个土豚属，土豚科又是管此木唯一的一个科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视频我一下子介绍了一个木，还是蛮厚道的。如果非要给土豚找亲戚的话，也不是没有的。它和大象、海牛都属于非洲兽种目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很久以前都在非洲大陆生存的本土物种了。它也只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，它既不是掠食者，也不是草食者，而是特殊的蚂蚁猎手，和揣着小手的穿山甲、大尾巴的食蚁兽生态位一样。它和这两者也有类似的地方，比如大尾巴、驼背和长长的吻部。它的牙齿也有退化，土豚刚出生的时候有门齿和犬齿，但是成年之后就只剩前臼齿和臼齿，而且没有牙釉质。毕竟吃蚂蚁不需要那么好的牙口，但是在自然界，个人有个人的难处。蚂蚁好对付，但是不好找。每天晚上，土豚就凭借敏锐的嗅觉，呈 Z 字形，在30米宽的路径上寻找白蚁和其他虫子。一晚上能走10到30公里。为了挖开蚁穴，它的指甲非常厚实，是提非提，是找非找。挖开洞穴之后，就把长长的嘴伸入蚁穴当中，用长达30厘米的舌头舔食白蚁。它的鼻孔周围呢长着很多毛发，就像防毒面具一样，可以过滤尘土。每天晚上，土豚就能吃掉50000只白蚁。听起来虽然多，但是看看每天走那么远，而且它的体重能有40到65千克，它能吃饱吗？其实还真不能。所以土豚的基础体温仅仅只有34.5度，这个低体温的特点很多吃蚂蚁的动物都有，比如大食蚁兽体温才32度，穿山甲31到35度啊，土豚还是要高那么一点的。它的牙齿没有像其他两位那样完全退化掉，给自己留了一点选择的余地。除了吃虫子外，它也吃用叫做紫果瓜的葫芦科植物，像黄瓜呀、西瓜呀都是葫芦科的。紫果瓜也是唯一果实长在地下的葫芦科植物，而土豚也是这种植物的唯一传播者。一个生物想要生存下去，除了自己要吃饭，还要不能被吃掉。大食蚁兽有巨爪，穿山甲有防御，而土豚穷得连头发都没有。所以土豚保命的办法，除了晚上出来活动外，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挖洞。要是挖洞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过土豚挖洞的速度可以说是秒杀一切物种了，5分钟就能挖洞1米。它平时居住的洞穴有13米之长，而且经常改变洞穴的结构。毕竟自己家的房子很多动物都是精雕细琢，但是土豚不一样，它挖的洞穴多则1个月，少则4-5天，土豚就要换地方住。有时候出趟远门，害怕被偷袭，也会挖一个临时性的洞穴。所以在非洲大草原上，到处都是土豚挖的洞穴。虽然对于土豚来说，洞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是对于其他动物来说，这个洞穴可以说是遮挡立日、躲避敌害的宝地呀。像前面的非洲野犬、猎狗繁殖的时候，都会依赖土豚的洞穴。某些地区游猪的数量也和洞穴数量有关。豪猪、灵猫、土狼、狐狼、大耳狐，甚至蜥蜴、蛇、蝙蝠、猫头鹰都会利用土豚的巢穴。可以说除了白蚁、蚂蚁讨厌它，其他动物都沾了不少土豚的光，此乃世界第一大好人呢。土豚作为一个孤独的物种，其基因500万年来都没怎么变过，它的繁殖能力也不是很强，一年只繁殖一胎，一胎只生下来一只。虽然土豚是无危动物，但是特殊的习性也让它很容易受到人类的影响，很多地区的土豚数量也有所减少。总之呢，希望管此木的唯一火种能够生生不息，继续为非洲大陆的动物解决住房问题吧。我是龙女之声，喜欢的别忘了3连加关注我们。